嗨，我又来了，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？给你脸给多了，黑黑想象，我是东东。喂喂，哎，回去苦练技术了是不是？果然五日不见如隔三秋。我闪，小香会钻柜了，不能再小瞧他了。好好好，还会反绕了，利用这个门跟他博弈。哎，打不着，嘿嘿嘿。怎么样呢？我又跳出来了，再回去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破门，我们直接跑。队友来帮我了。哈哈哈！可怜的小象又要红温了。啊？你倒是摸完啊！直接来找我了。嘿嘿嘿。喂喂，哎，被医生卡了一下，又来追我了，嘿嘿，上楼绕他，呜呜，燕子你别走啊，去抓医生了，看好了。装逼为你飞起来，又被挂上了。我们都受伤了，赶紧救！我来了，坚持住。又把驯兽师挂上了，骗他出刀的僵持瞬间去救，直接走动。好。我这么帅气的救你，你居然挂机了，骗一下直接救，这下可不管你了。嘿嘿嘿，两个人都跑出来了，此时我还不知道后面。队友帮我挡刀，直接爬。小象我错了，你这也太吓人了吧。哈哈，可怜的小象。